王爷，此物里面的玄机是……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替他套我的话吗？怎么可能？我……格兰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上次是在将军府，我自然是得注意身份。哎呀，这又不是将军府。过来。王爷，你别这样，外面都是人呢。外面都是我的人，他们不敢进来。过来。这么大，你是生我气了还是欲擒故纵？你干什么去？回来！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啊！谁？将军。怎么？你敢对本王动武吗？王爷要施什么？